窗外鸟世界系列就是在我家窗前拍的，用的是 H3-200-600， 还有一个两倍镜。然后这边是杠子瞭炮台、碧沙渔港、八斗子渔港，经常会有大观鸠、黑鸢，也有曾经拍过游隼在这边飞。在哪里呢？红屋顶哦，我没看到呢。啊，已经到我们这里了。大观鸠，可以。很近。